人点解会衰老？年龄、环境、生活习惯不断侵蚀人体，细胞逐渐衰竭老化，令到人体内 sirtuins 长寿蛋白失去活性。人类系咪可以打破自然规律，延长寿命，重返年轻态？1930年，德国生理学家 Otto Warburg 因为发现 NAD 加对人体寿命具有关键作用，而获诺贝尔医学奖。NAD 加是启动长寿蛋白 sirtuins 营养细胞的关键辅酶。sirtuins 长寿蛋白被 NAD 加启动，进而增强人体细胞的活性，延长细胞的衰老周期，从而推迟衰老，延长生命，并促进人体的健康免疫。那 NAD 加应该如何补充？科学研究发现 NAD 加分子量大，没办法从外界直接服用吸收。2013年，哈佛医学院教授 David Sinclair 研究发现，补充 NMN 能大量提升体内 NAD 加的含量，从而启动更多长寿蛋白，达到延缓衰老、增加寿命的目的。2016年，哈佛大学、华盛顿大学、日本庆应大学等相继发布 NMN 抗衰研究报告。至今，国内外大量科研报告证实 NMN 在恢复细胞年轻态、延长人体生命力方面具有显著作用。 NMN 一万由香港莱特维健药厂生产，药厂拥有专业制药经验和技术，结合国内外抗衰老科研成果，精心研制并推出更高品质、高纯度、高含量的 NMN 一万。每粒含 NMN 167mg， 纯度高达 99.8%， 口服后十几分钟内进入血液，快速提升 NAD 加含量，强力启动长寿蛋白，使衰老机体重返年轻态，延长生命周期。香港莱特维健 NMN 一万经过多项专业实验，获得多项国际权威检测机构认证，严格执行国际研发制药标准，获得美国 FDA 认可，更加获得香港医护协会的高度认可。香港冻龄女神蔡卓妍推荐 NMN 一万，并签约合作为莱特维健品牌代言人。莱特维健，香港天然健康品牌。